我们的赛后报下面留言 tag 两个朋友，正是会拿到跟志伟一样的豆浆和苗烧肉卷，一起来分享这份荣耀。好了，那就感谢大家在我们礼拜一的比赛呢，一起进场跟我们迎接这场非常重要的胜利。那么也提醒大家，我们休息一天之后要进行客场巡礼啦。新庄当天的比赛，一天桃园的比赛，也希望可以在全台湾都见到你们的身影哦。再次感谢大家的进场支持，谢谢你们，拜拜。那再次感谢所有现场的银行队友，来今天呢来到我们蓝色银行球场来欣赏今天非常精精彩的比赛，那也谢谢大家每一次的加油，好，有大家的加油才能赢得今天的胜利，也希望大家每一场不论领先还是落后，大家都可以拿出这样的气势来为自己做最强的后盾。也希望大家在平常回家路上的时候一路要小心平安，这个月有非常多的特场要来执行赛事，也希望当地或者是大家有空家里有空都可以到特场我们新庄好桃园啊去帮忙支持加油一下，也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莅临，再次感谢大家，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美丽的夜晚，下次特场再见，拜拜。Look how my ears, look how my ears, look how my ears, look how my ears.好，离场前要提醒大家，各人的随身物品记得要带走，手边不需要的废弃物，务必要放到垃圾桶。谢谢你们，我们下一次球场再见，谢谢你们。也非常感谢所有辛苦的 UNI 教师，给他们一个热情的掌声，谢谢大家，今天晚上一起，谢谢。